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晚明著名书法家王铎他的整个一个书法的一个创作经历跟他的一个技法的演示。王铎生于公元1593年到1652年，字觉思，又字觉之，号松郊、石郊、赤郊、雪山等。小时候家境十分贫寒，竟是不能一日两坐。他14岁开始读书，30岁中举。1621年冬天，当王铎从河南他的故乡赶到北京去参加进士考试的时候，明代其实已经开始了他的下坡路。经过了停街、红碗、移宫三大案，明代宫廷元气大伤，而政治精英也陷入到纷乱的党争之中。而此时的西部地区呢，如陕西、河南，遭遇连年的荒灾，民间的动乱已经一触即发。尽管在第二年春天，王铎顺利地通过了会试与廷试，从此跻身到一位官员。可是直到明代灭亡，他居京的时间其实少得很可怜。起初他当进士的时候，尤其是被选拔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学习的那批精英，如王道周、颐元禄等等，皆以配正朝纲纪为基任，以古代的豪杰自欺。尤其是在与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的斗争中，王铎等人都有不俗的表现。因为拒绝参与编修为魏忠贤歌功颂德的三朝要典，王铎一度被阉党所记恨，在1624年前往福建主考乡试的途中，王铎一直被他的对手监视着，但是他在选试的过程中却相当公正，所以也有惊无险。1628年，宋真帝朱由检登基之后，他几乎是在魏忠贤毫无防备的情形下面，迅速地洗清了魏忠贤、崔成秀以及阉党的核心人物。一批被阉党破坏把关的证人，如赵南星等，相继回到了北京。但是好景不长，文官集团与宋真帝之间的矛盾呢，愈演愈烈。尤其是关于用人的取向，直接带来了集团内部的分裂。王铎此时颇有一番政治抱负，他甚至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在讲演之中向皇上形容河南家乡的现实情况，以至于遭到宋真帝的切责。其后呢，他也与首辅温体仁、阁臣吴中达又产生了嫌隙，终于在1636年被派往南京翰林院的冷嘲。虽然一年之后他又回到北京负责与东宫太子的教学，但毕竟未能进入权力的中心。虽说王铎是一介文士，但对于西洋火器的制造和运用呢，是他极为有兴趣。他曾多次写信给地方官，希望他们在战争中更多的利用大炮等一些现代的一些武器。然而聪明之士王铎并没有获得展示政治和军事上才能的机会。此时的北京常常有令人惶恐的一些消息传来，一边是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军，
一边是明朝在东北地区的清军交战中不断的失败。1628年，清军甚至打到北京城下，王铎镇守大明门达一个月之久。然而，王铎因为多次回乡省亲，他更清楚地知道，官兵因为缺饷，在地方上时常骚扰百姓，每到之地，抢掠比农民起义军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当大学士杨慈昌计划暂时通过纳粮安抚满清，集中精力来剿灭李自成部队的时候，却遭到了王道周、王铎等大臣的坚决反对。崇祯帝的决定受到这些大臣的干扰，在剿复之间来回动摇，也失去了平息晚明政治和社会动荡的一些良机。1640年9月，王铎被任命为礼部尚书。赴任途中，他回到故乡蒙军，在路上他和家丁多次又与李自成的起义军遭遇。后来他曾多次提及自己突回时暂收20余骑的光辉历史。然后这是他回到家乡，父亲和母亲在数月当中连续过世。这是为了躲避农民军，王铎一家来到黄河北岸的怀州府，建居朋友的房子，直到1642年。可是此时的蒙军啊，已经多次遭受起义军的重创，家园完全被破坏，王铎只好带着熟人100余口，开始了前往新乡、苏州、南京、杭州遇难的旅程。1644年3月份，李自成率部进入北京，崇祯帝暂时在眉山。此时王铎正在山东转移江南的途中，直到1645年6月，父皇在南京称监国，王铎才受命从浙江前往南京赴任大学士。弘光初期，王铎颇有政治思想，他一连上了十余道奏章，要求追雪北方的勋国的大臣，减少朝廷开支，节制奢侈的宫廷生活，希望凝聚人心，恢复实地。他甚至请求带兵渡江迎战清军。但是此时的洪文帝完全为拥有大臣马士英所掌握，整日沉湎于享乐，对于王铎的请求很不在意。最终他们之间发生了矛盾。在清军入南京以后，王铎等大臣就一道强清，这其中难免没有对明代政权深深失望的因素。当弘光被田雄自安徽捉拿到南京之后，王铎见到他时呢，不仅没有跪拜，甚至还抽手大骂，称对方不是他的君主。1645年，王铎率清军将领多铎来到北京，并于第二年正月任职行礼部侍郎，管弘文院事。因为当了一臣，王铎的政治人格受到后来者的严厉的批评，对于这一点他自己其实也非常清楚。虽说在1607年他的官职从未升迁，但是生活也相当的悠闲。在这段时间呢，他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他的诗文书画这个爱好方面的一些创作，以及对古代字画的鉴定。他甚至只有在文艺上才有立身的机会，才能稍稍挽回自己在于后世对他的影响和评价，以确定自己的一个形象。他也慢慢的消失，因为降清而带来所谓
所谓的耻辱感。他的生活虽然谈不上富足，但是他远比在明廷的那些20年狭义的生活对其他怀有感激之情。他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儿子都在清廷任职，他时刻鼓励他们呢为朝廷效力，而不足以像钱宪益那样暗地里进行反清复明的活动。也出于家族社会身份与潜在的资源的考虑，王铎的弟弟儿子在他去世的前后就开始了为他大规模刊刻王铎诗文书画的这么一个活动，也就是为后世留下来的移山原籍跟书法移山原帖。在王铎生活的那个天崩地裂割谷鼎新的时代，书法也呈现了独特的一个局面。王铎的书法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法帖，一个是古帖。经我们统计，我们发现王铎所临摹过的法帖几乎涵盖了从汉末到宋代米芾的所有的传世的课本，其中以秦画割帖为主，他称之为与从事此道数十载，借出本人不敢妄为，古书古帖如灯火华，自觉力有不步。学古他以东晋二王为重，庞杰、张芝、仲优以至是南朝数家，提出了书不中进中如野道这么一个概念。然而王铎学帖也并没完全沉溺于法帖之中，他一顾而化，有志于突破帖学所带来的局限。他提出学书不参同古碑，书法终不古，为熟必多也。为此他临写了大量的古帖，如王羲之的《圣教序》、秦画歌帖，以及唐代的颜真卿、柳公传等数名家，怀时常的练习一些古代的礼数跟变异体，这在他的很多的传世的书作当中，他所独创的一些变异体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他除了学二王之外呢，对唐更是对宋朝的米元璋、邓法书做了深入的研究和学习。他后来的行草大作跟行书主要的取向就在于宋代的米元璋，这样他的书作就除了汲取两王书法精髓的同时呢，就增加了雄强之势、淋漓极显的一种另外一种格局风貌。他对米芾特别忠心，他曾说道：“皎皎成雄，变化于现之。余柳自为深说，观之不忍去。”他会从唐大草书家张雪、怀素、高贤等书家中的狂草中探求中子之法，并注意不离规矩。曾指出怀素、高贤游作高中一派，必有参之于篆隶法，正其伪化难可易也。正是王铎在临帖和学古的道路上有着自身的独特的追求，所以他能冲破帖学的藩篱，而一系柔媚实写创造出纵横舒展、沉厚雄强、奇策
险峻，气势磅礴的新书风，称于当代，为晚明书坛书法的那个多样化，这个创作了很多的精品，堪于当时的那个书法大家董其昌，是吧？比例。王铎个体都擅长争吵立传，张根在《国潮画征录》中记叙，王铎书法有移山院石刻，竖体先辈，其中他以行书跟草书为最擅长，他的纯粹的行书常用于书写手札、信札和诗文，主要是受到王羲之《圣教序》跟米芾书法的影响，用笔稳健沉着，点画匀称精简，机体工整紧密，体式呢也俊俏古雅。另一如行草书是多为临古的一些诗文和立作作品，他临摹了大量的王羲之跟唐人的书法，融入自己的意思，行笔交尾瞬捷，有收得住笔，点画粗细，顿挫呢各有错落，也多奇策之志，整体呈现出自身的一个风貌特征。王铎的草书下功夫最深，也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成就也最高。他曾说，凡作草书啊，须有登嵩山绝顶之意。他不采住家之长，容二黄、颜、刘、张雪、怀素、米芾、王庭坚，乃至明朝的张笔，甚至到周元明等等的笔法于一炉，终于创造出气势非凡的草书新风，开一代先河。他的草书在题爱邓楚的节奏上变化特别大，墨色变化也特别大，由浓到淡，到枯，到润，层次丰富，呈现出其势的风格。它的结构紧密，连笔也较多，姿态奇策，追求奇险。这个是由于它有很深的传统的根基，所以它的草书呢，虽然放纵，但不狂野；虽然奇，但是不惯淡。后人有这样的评价：名人草书，无不重笔以取势者，绝诗则重而能连，古不及势而势如不尽，非力有余者，未以余。那个王铎，还有他同时代的王道周、颐元禄，他们等人的一些巨幅的草书大作，给后人留下了气势恢宏的整体影响，与当时的主流书风董其昌等这两黄体系的书派，他们那种清婉雅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异，也体现了晚明书坛风格多样的一个局面。王铎是一个勤奋有加的一个书家。根据薛龙春先生的收集和统计，王铎传世的书画作品以及刻帖啊，超过了1000多件。它不仅涉及到篆、隶、楷、行、草，还章草等个体，还对于手札、手卷、册页、旁书、巨作等形式都有极强的掌控能力。说他在清代碑学
以前是最后一位重要的铁血大师，一点都不悔过。晚明时期最重要的书法现象无一不绕开王铎而展开讨论。比如一些学者曾经研究过王铎书写一体字，或是说是书写那些奇字，它的原因。因为王铎临的古帖非常多，他的见识也广，他对于原作范本的种种修正充分体现了他独特个性的一种展示。王铎大量的临时作品将和二王信札手字拓展为大字等立足的一些方法为后人所传颂。在后世，因为康熙皇帝喜欢董其昌的书法，而乾隆时期王铎又被打入二程，所以他的书名为董其昌所掩盖。但是晚清著名的学者康有为就颇为王铎感到不平，在他看来，董其昌拘谨含奸，决策如原下书，在整体的气度上面呢，与王铎相去太远。事实上，我们今天要抛开书家的身份地位，